看看珊瑚上哈，看嘛，有更高的水面，这就是湖那边，这就是湖那边。我湖岸桥都要被淹了，好恐怖。哇哇哇！看，伊顿桥外头，现在好吓人。垮了垮了垮！给你们看哈，这是我们这个滨江路二段进入华府这边，水已经到这儿了。等于就是洪水哦，哎，要注意安全哦，看啥子雨仗。谢谢。两块钱，五块钱。哇！他在降。哎，他降不动，幺六过后，抓子是为家乡。哇呀呀呀呀！要不得掉，他垮了去。我快点，我把车骑起走。啊，你是算安全的，这个你算安全的。三，如发现隐患险情，请及时联系所在镇政府通告。8月15号，这个水还在涨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在直播，来欢迎进来的各位老表们。他们整个我们山头没养活了，今年子没动药都没得。哎呀，完了，我们屋头也不得了。哦呦，这个鲤鱼大，这条鱼太大。这条鱼太大，吓呀！那个龟孙，那还吓死人，吓得这路太孬了，那个，一个人吓。看一下哈，又下来一个大牛，目前下来十好几个牛了啊！看了都还活着，又下来一个。要买屁股，这个地方哭不稳了，走啊，回家。看哈，是小区哦。这电线杆啊，都出来了。这货，车开不照样要整垮。那菜没得拍吗？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农贸市场，都演完了。这一堆瓦去，这才垮下去，一下下就把我们涌垮了，看它垮。你看。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啊！该转移的提前赶紧转移。这不知道水咋快，我们大大家现在目前的水已经大得很了啊，该转移的赶紧转移。再搞不得了，天爷。已经都旋到小区门口了，天！飞了，好像是东南西北都飞不清了。一会儿腿都是弯来了，还能走？我非陪我家，我太太说。糟了，这个房子糟了，这水床把房子冲倒了，看着看着倒，这滨江路朝那边朝那。来朝了房子，看了看了倒，哦，糟了，倒了。
房子冲垮了几家了，看好嘛，看好嘛，要要冲垮了，已经冲垮完了，对面房子快没得了。看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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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